祝一生除旧岁，喜气洋洋过新年。两岸 ING 新年特别节目，黄丽杰、韩启贤陪您欢乐过新年，羊年行大运。各位听众您好，恭喜恭喜，我是韩启贤。我是黄丽杰，今天是2015年2月19号星期四，大年初一，非常欢迎您收听两岸居春节特别节目，也祝福大家万事如意，洋洋得意。那我们今天呢要和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是如何透过色彩带给大家平安好运还有好福气，所以我们今天节目中呢特别邀请到基因色彩大夫徐耀之徐大夫来我们解析哦。徐老师您好。哎，启贤还有这个丽姐你们两位好，这个刚刚好话都被你们说完了，不知道要说哪一句哦，还是跟大家拜个年，祝大家新年快乐。好好，我们要来认识什么是基因色彩，抓住要诀，穿出我们的光彩。当然有时间的话也会比较两岸的时尚差异，还有透视两岸名人的穿着特色，不过从最基本的入门开始。没问题。好，色彩有基因吗？很多人说哎，我没有这个基因，我没有运动方面的这个细胞啊，或者是什么样基因、色彩也有基因，怎么样去配置到每个人身上？首先请徐大夫。基本上哦，这个不是色彩的基因，是人的基因、人的基因、人因为基因的差异性会决定了你选择色彩的不一样的地方。我常讲说同样是红绿黄蓝紫，但每个人有适合自己的红，适合自己的绿，适合自己的黄蓝紫，诸如此类的，那就是来自于这个人的基因的不同。那我想两岸我们都知道大家都是黄种人，基本上没有什么黑人或白人，除非有混过的，或者话对，否则的话我们都是以黄皮肤为主。那所以大家都说哎，这黄皮肤的人是不是穿黄色就不好看，这是完全错误的观念。对，基本上我们的黄，每个人的黄还是不一样。在座只有我们三位，我们就可以发现，像我跟启贤，我们都是男生，可是我们两个的黄不一样。哦，然后再从丽姐来，启贤看我跟丽姐的黄也不一样、对，那这个不一样就决定了你，好，这个已经是决定了你在用色上的差异的最基本的部分了。然后再加上眼神，你的眼神，有的人眼神是锐利的，有人是柔和的，有人是比较怎么讲，比较聚光的，有的人比较大而浑圆的。这都会决定了那个颜色的这个深浅，或者是锐利或柔和与否。好，这又是一个关键。然后五官线条、身形，对，还有性格特质，都是决定基因色彩的一个差异性。嗯哼，所以要看到本人才可以判别说你今天可能是穿什么样的颜色。是哇，但我们不要把它搞得这么复杂，因为我们每个人从小就有一个天生的折射力，就是说你对颜色你会有一种特别的偏爱。比如说你回想一下小时候，包括就是大概在10岁以前，你最爱的颜色是什么，大概就跟你未来使用颜色上面有很大的关系。但是是会属于你适合的颜色吗？不见得。是它就是属于你的颜色。是啊，所以我每次在讲到这一个部分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其实我小时候最爱的颜色是黄色。哎，我跟老师一样但是启贤，你再想想看，你的黄跟我的黄一定是不一样。我们知道黄有鹅黄，有柠檬黄，那种干干净净的柠檬黄。那鹅黄就是比较温暖的，比较稍微怎么讲，它给人家感觉是柔和一点的。那我其实喜欢的黄是柠檬黄哦，我就不是那种鹅黄，因为我后来做过这个比对之后，因为色彩大夫嘛，不能这个浪得虚名，所以其实基本上我们就是去研究颜色跟颜色之间的差异性。像鹅黄色穿在我身上的时候，就会显得我整个人看起来比较暗比较黄，然后整个人比较没有精神。可我穿到柠檬黄的时候呢，整个人看起来就是哎很有活力，充满了，就人家都起来了，人家看到我都说哎，徐老师你很阳光。对，那是因为我穿对色彩的时候，当我穿不对色彩的时候，人家会说你昨天没有睡饱吗？是，对，好像没有精神这样子。没错，像我从小喜欢那个黄是偏荧光黄，荧光那种
这跟启贤的个性有关有关哦，这跟个性有关。所以其实你是个好奇宝宝，你会去喜欢探究一些东西的一个，对对对，一个新鲜或者是有趣的东西，你都会有兴趣的。对对，我常常喜欢自助旅行，到处去看看。哎、是是，那丽姐呢？哎呀，对啊，我想我是不是受到多种说法的影响？好像不知道自己小时候喜欢什么颜色，不过就是喜欢觉得灰色。穿起来好像还可以，或者是深蓝色，像今天徐大夫您所穿的这种颜色。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丽姐你是一个乖乖牌，你小时候是人家、人家说什么你只要规矩听话照做就好啊，好像很容易受到别人的影响。对，你没有太多自己的主见吗？或照理说的判断，照理说狮子座的人，因为我知道丽姐是狮子座，我们是非常多年的朋友了。狮子座人其实是很有主见、很有想法，可是从你的颜色来看，灰色它代表是一个非常中间的色彩，它既不黑也不白，所以它是完全站在中立的。所以呢，它其实是可以哈，你们说什么就跟着做，我就配合你们就好。可是刚刚又出现了一个深蓝色，就是我身上这个深蓝色嘛。那深蓝色是一个比较属于那种我不知道国民党的颜色是深蓝色。对，那深蓝色代表就是说，好，什么事情我一肩担，我一肩扛，我可以做我就尽量做。但是呢，到最后你做个老公个红颜个老奴啊，没有、会比较容易有一种怎么讲、付出跟回收不成正比的一个状态。对，这个我点滴在心头。徐大夫，那我们是不是就要本着我们自己最原始小时候最初的一个想法，最直觉的喜欢这种颜色来搭配自己的穿着？对对，所以其实我不想把基因色彩这个部分搞得太学术、太复杂。就像我刚刚提到的，你回想你十岁以前你最喜欢的颜色，再从那些颜色去延伸，那就是你最适合的颜色了。好，那么同样谈到这个，我们继续要聊。那如果说现在很多人都会谈说，哎，今年生肖年是属羊嘛，这个年，对对对，那今年的运势怎么样来抓这个运势？当然流年也是有各种说法都有。那不如说，那我们来谈到底怎么样来抓住说最适合你的，也许从我们自己本身包括我们的姓氏有没有办法去看到一个脉络呢？是我常讲说色彩它是解决人类困惑的关键之药，但是你要去知道那个困惑的点在哪里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数字。我们知道中国的易经里面非常强调就是一个数字的东西。那刚刚丽姐有提到了这个今年是羊年，那我们知道大家都喜欢中国人嘛，喜欢红，喜欢金，所以不管是什么生肖它就是套了这个金，比如说龙年就金龙 年，马就金马年。但其实今年虽然是羊年，但它是牧羊年。牧羊还有分的、当然金木水火土的牧羊、牧羊。对，那我们有去了解一下牧羊这一只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个性哦？它其实是一个蛮孤僻的羊，它个性温和，喜欢帮助人，那朋友很多，但它很独立，它不靠朋友，不依赖朋友，但是朋友只要有难它一定帮忙。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这只羊是孤独的、孤单的，所以我们当然也可以大致预测未来这一年里面大家的婚姻感情这件事情会变得比较单一跟独立。我们知道前几年我们常说这个结婚率降低了，可是前两年的结婚率其实是升高的，而且那个小孩出生率也提高了、也提高了。但是未来这一年可能又稍微会降低一点，这是一个大方向跟大环境提醒大家一下。那我们再回到我们刚刚要提到的，就是说好，我们既然要提到要穿什么颜色的前提，就是先知道未来这一年你要注意些什么。对，那我们可以透过一个数字来算一下。那这个数字每个人都有，只要你有姓氏，那我们就可以算得出来。好，我们这个数字叫做抬头数。抬头数，对，比如说启贤，姓韩，韩国的韩，对，韩就是你的这个抬头数，你就把它算一下。韩几画呢？韩是十七画，对，那十七我们要把它算到尽头，一加七就是八。八，对，那丽姐姓黄，好，草头黄这个黄呢，它是十二画，没错。那一加二多少？一加二三啊，对，所以三是丽姐的抬头数，然后八就是启贤的抬头数。像我是徐耀之，徐实话，把零去掉，一就是我的数字了。是，那这个数字能够要怎么样来搭配？是，好，那我想，如果是我们对岸的朋友的话，你们
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简体字，对不对？对，那拜托你们学一下繁体字好不好？因为这个抬头是我们要用繁体字来算、哦、才会准，才会准，哦，才会准，才有趣。徐老师，我这边插一个话，就是我们那个写的笔画，就是笔顺的问题。有些人写的话，这个会差一两画，那我们这个要怎么来判断说？知道手写笔画，但是不要用命理的算法。我们知道命理的算法里面，草字头就算六画，嗯，没错，但不需要，我们就是直接草字头四画，三点水三画。就不是那个水字部那样的一个算法。对，抬头术它是一个比较现代的一个观念的东西，所以我们所这个演算的这个数字都是用现代的算法就可以了。对，好，那先有什么要？对，就是数字怎么跟衣服来搭配，颜色搭配嘞？好的，这个时候我想我们就来先报一下榜好不好？就是刚刚好，丽姐是三，然后启贤是八，我徐耀智是一。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数字，这是我们知道，至少我们在我们这个播音室里面，我们三个人的数字。那播音室以外的各位一定都在算你们的数字了，每个人都在算这个抬头数字，有一到九个数字，只有一到九个数字，因为没有零哦，没有零这个数字，也没有十，因为像我徐就是十画，但是我们把零去掉就是一了。好，一到九数字我分成三个榜，这三个榜分别是可以冲的，就未来这一年可以去冲的，好，然后另外一个榜是稳定发展，就表示说这一年其实稳稳当当的就好，然后另外一个榜是以保守，就是要保守一点的哈。好，总共这三个，那我们要不要先从这个最保守的部分来报？好，其实这个数字可以看到你未来这一年里面你需要注意些什么，然后我们再来做这个颜色上的一个建议，好不好？好。以保守的有两个数字，一个数字就是九，另外一个数字就是四，九跟四，九跟四，九跟四这两个数字，九，我先讲九好了哦。那我们知道这个新上任的这个市长柯文哲，你们算一下他的抬头数是不是九？对，那九。好，九这个数字，我真的要强调一下，就是说，其实这一年啊，大家一定会觉得。为什么要保守？他不是当选了市长，对，当选市长是他个人的部分，他的整个整个好吧，我们从中国人的运势来讲，他刚好到了这个机会点，但这个九这个数字是要提醒他，讲话真的要特别小心，低调谨慎，话不要太多，话太多其实言多必失，言多必失，对，所以呢，我会给这个九数的所有的这个朋友，就是说在今年这一年里面，做什么事情多想想。多做少说，宜藏不宜漏，就是你能够躲就不要去硬要把自己呈现出来，因为有时候呈现出来容易被人家看到你的缺失跟弊端，所以九这个数字在这一年里面，如果以这个好，所有九数我们不要针对柯市长好不好，我们就针对九数这个数字的人来给建议的话，今年我倒会建议给这个丽姐最喜欢的灰色跟咖啡色哦，它的色彩是对，刚好就在丽姐今天身上。哎呦，我今天都穿这样的颜色，咖啡跟灰色，所以也就是表示丽姐你其实你没有在这个榜里面啊。那我也不应该穿这个颜色，当然就不应该这样穿了，这样穿就太低调太保守了。好，今天之后呢，开始换颜色。是，好，那另外我们还是不能缺少对四数的建议嘛啊，四这个数字呢，它今年就是。在哪些部分要保守，要在金钱上面保守，四很容易在今年里面会因为你错误的判断而这个什么失血，尤其是股票的投资啦，基金的投资很容易套牢，所以今年我给四数的建议就是说不可自负，你不要以为说啊没关系，我现在钱多嘛，我投下去应该就没问题，可是很容易因为这样而套牢，所以四数今年最重要就是金钱上面应该要多这个让自己保守，不要随便投资。好，这是给这个九跟四的建议哦，保守的。在讲稳的部分，对，稳定发展哦，表示说，哎，这个应该已经不错了，但是呢，可以再往上提升。好，往上提升。不要向下沉沦哈，有两个数字，有两个数字，两个数字，这两个数字刚好就在我们在座各位两位的身上哦，一个是三，一个是八哦，三是丽姐，八是这个启贤哦，我先讲三好了。三这个数字非常重要，就是今年你如果说你的人际关系做得很好，你跟你的上司打好了很好的关系的话。今年升官的机会非常多，稳定当中求发展嘛，所以我刚讲是向上的，但是如果说你是一个比较害羞或平常比较孤僻不喜欢跟人家互动的话，你会发现今年就是这样平平的就这样顺顺的过了，那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说为什么我要你稳定发展，因为通常来挑战你的
来排挤你的人特别多哦，所以我给三树要特别建议，就说、嗯嗯、好，如果说你是一个保守比较不喜欢跟人家争的人，那你就是求自我稳定安安定定的、嗯嗯嗯、然后多学习，嗯，多去充实自己，对你未来的这个发展会很有帮助的，这是给三树的朋友的建议、嗯、所以我给三树建议是紫色哦，紫色要多穿紫色，因为紫色这个颜色它是、哦、其实是心灵的提升、嗯、所以当你穿上紫色的时候，你会好，我不管你们怎么看我怎么讲，我自己把我自己做好、嗯、我让我自己变得很好、嗯、哼，那另外如果说你觉得你是一个那种、很不会跟人家做人际关系，不懂得跟人家互动的人的话，那我就会给粉红色了。uh-huh. 对，所以丽姐你要选择孤僻还是要选择广结善缘？哎，广结善缘好啦，粉红色那就粉红色 好不好，多穿粉红色、嗯、没错、嗯、那这个启贤的这个八数这个数字呢、嗯、就是我想所有只要是加起来是八的数字都要听一下哦。这个数字今年被动等待，千万不要主动去追求，你想越想主动追求你就追不到、嗯、甚至你还会被帮别人创造机会，尤其是做保险业最明显、哦、如果你今天是做保险，你会发现你一直想要 去争取的客人、嗯、最后这些客人不但不买你的，还去跑去买别人的了。但是就像刚刚给丽姐的建议，就是你只要把平常这个人际关系做好的时候呢、嗯、那些机会主动会掉下来、哦、所以不用太积极去积极营的 去追求你要的目标，不需要的、嗯、不需要，被动等待就好、嗯、好，是。那在颜色上有什么样可以让自己的运势会比较适合的？我会给启贤建议、嗯、金色黄色的颜色，就像你刚刚提到喜爱的颜色、从小喜欢的颜色。对，那刚刚其实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启贤问我说哦，今天颜色穿对了吗？我跟大家实况报道一下，启贤今天穿的是红彤彤的红色。喜气吗？很有喜气。对，但是啊、哦，其实启贤我要跟你这个吐槽一下，好，这个红适合我，因为我是韩色系的人、哦、所以我穿到你这个类似辣椒红的红的话、嗯、穿在我身上它会看起来比较有光泽有光彩、嗯、可是穿在启贤的身上的时候脸显得白一点，但是呢气色没有那么好、嗯、所以我给启贤的建议就像我们这个麦头一样、不是我们中央这个颜色的红中央电台的麦头一样、对，带个橘的红会对你更好、橘红色、对，所以红中我还要就是要挑这个色差的。我刚刚是不是提到一个重点，就是说每个人都适合红绿黄蓝紫，但每个人适合的红不一样、嗯、那以启贤跟徐耀之两个人的红我们是完全不一样 的对哦，有点桃红色的是好，对对是。那我刚刚提到的就是今年最好的颜色是金色跟黄 色、那个黄是橘黄、橘黄、橘黄或者是那种、橘色调都可以、对，很容易把这个好运吸过来，而不是你去追追不到的、追不到是好好把它记起来，今年买新衣就挑这类型的衣服。太好了太好了、okay. 好，再来就是可以冲啦，冲的、哦、对，冲了、那个、要往前冲的好不好、好, 好，我给几个数字、嗯、我们知道有一到九个数字嘛，那可以冲、刚刚稳定发展三八，然后以保守是四九，你看三八四九全部都出来了、对，剩下的就是可以去冲的，哎、欸，不少哎、欸，对、哦、呀，有五个五个数字，好，有五七一二六啊，嗯哼，好，这五个数字呢，我要特别强调，第一个数字就是五这个数字，嗯，五这个数字今年是聚焦在你身上的，所以你一定要去把握跟发挥，嗯，把握这个机会去发挥，让自己能见度提升，这是给五的数字的建议。嗯，那一我是一嘛，嗯，好，我也给大部分一数的朋友建议一下，跟我一样姓徐的啦，或者是加起来总数加到尽头是一的朋友、建议你们其实在今年哦，就是其实是一个你可以去发挥，但是它的时间很短暂，它跟五不一样，五是所有的聚焦，从年头聚焦到年尾都在你身上，最旺的，最旺的。一这个数呢，它很短，它大概可能三个月，可能半年。不管你只要好好把握、你都有机会翻身的，它是一个否极泰来由波而富的一个数字、好，然后再来给一个是六数，六这个数字你会发现到现在为止你感觉到就是说我付出很多啊，我好尽心好尽力啊，为什么都还看不到成果，我要提醒你了，继续努力不要放弃、既然可以冲就表示说你只要冲到后面成功还是你的、聚焦还是会在你身上，所以慢慢来、不要急。好，那七数跟二数这两个数字比较明显的地方就是说他们可以去冲 去努力，但是呢其实有二数资源不多、那七数呢会比较有一些竞争对手，但如果说你是那种喜欢跟人家争跟人家抢的人，这两个数字对你们来讲是好的。
所以七跟二这两个数字我会给的是红色。嗯，红色就是战斗力嘛，嗯，让你去拼搏，去努力，去争取啊。那五数这个数字，我给的会是一个比较容易展现自己的浅蓝色，嗯，淡淡的浅蓝色。嗯，那六数要持续努力，不要放弃，所以我给的是绿色。好，那一数呢？我刚刚有提到的，就是表现呢、啊，自我表现，尽量让人家看到你。其实一数什么颜色都可以穿，嗯，好，红绿黄蓝紫你都要穿，因为在最短的时间里面发挥最好的效果。是哇，所以听众朋友可以赶快拿笔起来算一算，自己什么数字哦，然后适合穿什么颜色，然后今年应该是怎么样来做掌握自己的运势。好，节目进行到这，我们先休息啊，稍后我们再请徐药师徐大夫来为我们分享一下这个色彩还有哪些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另外在穿着上的话呢，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的听众及网友们，大家恭喜，新年好！我是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新逢全球华人最重视的农历春节，英九在这里透过中央广播电台的全球频道，祝福大家三阳开泰迎新春，万象更新庆丰年。回顾过去一年，我国的经济成长率达3.51%，是三年来最高，超过新加坡与韩国，同时失业率持续改善为3.96%，是7年来最低，薪资增加幅度也是4年来最高。媒体报道有65%的厂商今年会加薪，国内外预测机构都看好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率。此外，所得分配持续改善，家户的部分的差距是5年来最低，个人部分的差距是13年来最低，这都有利于拉近贫富差距。而台北美国商会日前发表的商业景气调查指出，超过半数的美国在台企业对台湾未来5年景气表示乐观，并且将持续增加投资的力道。近4年来，台湾的国际观光客每年平均成长接近100万人次。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 UNWTO 报告就显示，在全球前50个国家跟地区中，台湾去年1到10月国际旅客成长达24.9%，排名世界第二。除了带来4000多亿外汇的收益，也让更多外国友人认识台湾之美，台湾的美景、美食跟美德。这些成就不是偶然，而是政府与民间共同打拼、携手努力的结果。各位朋友，今年是羊年，在华人的传统里，羊代表着吉祥、和平与财富。展望新的一年，我们不但要继续追求经济繁荣，更要打造一个理性、包容、公平、正义的社会，让每一个人都能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安居乐业。新的一年到来，在这个阖家团圆的时刻，英九要再一次恭祝大家吉祥如意、幸福安康、羊年行大运，谢谢大家。渲染仕女图，韵味被私藏，和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你的美一缕飘散，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天际在等你，而我在等你，期
送你啊，落款时啊，却惦记着你啊。你隐藏在药草里千年的秘密，气息你犹如绣花针落地。另外芭蕉惹骤雨，闷欢惹痛离。啊，我路过那江南小镇的等你，在泼墨山水画里，你从墨色深处背影去。世界之窗是阳光翅膀，环绕着地球飞翔。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再回到我们节目现场。今天呢，春节特别节目，我们邀请到我们基因色彩大夫徐耀之，叫我耀之就好啊，没有大师级的大夫级的哦。那么来跟我们谈谈如何掌握自己的基因色彩，穿对衣服带来好运。刚才我们分析到了，就是每个人从我们的姓氏最基本的就可以抓出自己适合的颜色。那么特别是今年是生肖属羊，那么可以抓出特别适合自己的带来好运气哦。只不过我纳闷哦，因为在时装界可能会说，哎，今年流行什么色彩啊，什么我们就不管咯。哎，丽姐你可能没有发现大概在5年前10年前会，它每年都会以流行界都会有个重点色。对。但自从徐老师谈到基因色彩之后呢，你会发现这个强调色彩要穿哪些颜色的部分已经慢慢不见了，反而是着重在剪裁跟款式。所以其实他们也认同了徐耀之的一个看法，就是说过去20年前我就提出了不要穿黑色这个概念，我当初被很多的时尚界抨击啊，被骂得要命。对，黑色好多人很喜欢，特别是上班族嘛。对，他们说特别喜欢黑色就是时尚啊。对，后来现在这个时尚界也开始强调不要穿黑色了，因为他们也发现穿黑色的一个弊端跟让人不是，其实我提醒大家一下，就是说今天是大年初一，是一个大家开心的日子，但是还是要提醒你，颜色上面它你在使用它的时候，它还是代表的是一种象征意义。当你看到一群人聚在一起都穿黑色的时候，你会觉得那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是不是一个丧礼，或者一个不好的一个场合？对，所以呢，其实黑有百害而无一利。那尤其是我在给那种现在很想赚钱的一些业务朋友们一个建议，就是说，当你不会穿的时候，千万不要以黑色为前提。这跟所有专家跟你讲的完全不一样，对不对？专家会说，当你不会穿，你就穿黑色吧。可是尤其是为什么我要强调业务工作的朋友，因为我们知道业务最需要就是业绩，对，你要赚钱啊。那黑色呢，没有错，它会在很短的时间里面让你看到你好像在赚钱了，可实际上你到后来你会发现自己一无所有。好，这个我要特别强调，就是说它有一个现象，我们知道这个碳是什么颜色？黑色。对，碳它用来做什么？
燃烧自己、嗯、对，当它在烧的时候很旺、嗯、非常的旺、嗯、可是烧完之后呢、嗯、就变成灰烬、嗯、然后一阵风吹过去、嗯、一无所有，烟消云散，对、嗯、没错。所以黑色它代表象征意义就是你很努力，你很付出，你也燃烧了自己，你也有过辉煌风光的一面，可是最后会化为灰烬而一无所有、哦、所以尽量避开黑色，是少穿黑色，能不穿就不要穿。要知我真的想到我们现在很多就是大老板啊，或大企业家，或一般的台面上的人物，我们出席正场都会穿西装嘛，是西装都以这个黑色或深色系为主、啊、那这样的话你们会怎么样比较建议呢？OK， 其实在视觉上黑色它的确是给人家感觉稳重端庄的，甚至于很气派的哦。嗯、那我们知道台面上的郑子荣几乎黑色西装啊、包括了甚至于这个、蔡英文，我们知道他也喜欢黑色的套装啊、哦嗯嗯嗯。那其实 OK 的，你在正式场合里面，我刚提到就是正式场合你是可以这样穿，但是它时间不长、嗯。重点是你不要长时间把这样的颜色穿在身上，哦、它就会变成是我们刚提到的，嗯、你一直不断在燃烧自己，可是一直不断在消耗自己，最后你没有能量的，嗯、你能量会完全用完的。嗯，是。哦，是。那提到蔡英文。那燃烧自己照亮党是是，所以丽姐，你不觉得这个蔡英文他给人家感觉就是硬，好硬，生硬，然后呆板，柔性的一面比较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展现，大家会把他当作是一个穿着女装的男人。哦，是，他就像个男人一样，可是他明明他的身体是个女人，所以他要去承担的东西太多的时候呢，他总有一天会被压垮的。所以我认为说，既然是女性，你就把女性的特质一面展现出来，那就是对的了。端庄优雅，当然我不是说你要穿的腰高啦，穿着这个袒胸露肚的、哦我觉得那个是不端庄的，那也不代表女性的一个特质。我刚刚我要强调就是说，女性要的就是端庄优雅，优雅我觉得是前提。美还不够哦，其实我常讲美的最高阶段就是优雅。嗯，但我觉得在蔡英文身上我们看到了更多的是比较严谨的、比较严肃的那一面，而不是优雅的那一面。是，所以这个时候我会给他的颜色，以他的肤色来看的话，其实我觉得橄榄绿，因为我们知道代表他的党，绿，但是那个绿我又不是给他草绿，我给他是橄榄绿，橄榄绿放在身上，然后再配上一个淡淡的或者鹅黄色或者是粉蓝色的这个他喜欢穿衬衫嘛，然后把那个硬邦邦的衬衫改成了针织衫。针织软的柔软一点的，但它可以剪裁非常简单的。好，淡淡的粉蓝色或者淡淡的这个我们刚提到的鹅黄色来配橄榄绿的时候，其实非常美的，非常舒服的，很有那种这个欧洲典雅的那种风格，它就不一定要给人家感觉是那种生硬的感觉了。对，好，那继续谈到几个这个政治人物啊，柯文哲、蔡英文，我们马英九总统呢，对像琴说的，他们可能大部分时间都会接待外宾嘛，他可能穿着西装嘛，是对。那我们马总统呢？西方人有一种说法，就是女人是白色，男人是黑色，所以其实基本上男人是可以穿黑色的。我并没有强调是说男生就是哦，男生本来是生来就要做嘛，所以你去燃烧自己照亮别人这是应该的。可你再把这个黑色放在女人身上的时候，你又要燃烧自己又要照亮别人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承担这么强大的负面能量。所以男人穿黑色它可以呈现出一种气势是 OK 的，尤其是政治人物，给人家感觉是利落的端庄的。那所以呢，我不会给这个马总统太多的建议了，因为我觉得基本上他黑色是讨好他的，黑色其实挺讨好他的，但我觉得他可以在其他部分做一些修饰哦，因为我觉得当他在穿一些休闲服的时候呢，像我们知道他蛮喜欢穿。过去印象中他跑步的时候穿深蓝色的那个小短裤、哦、我又觉得说好像少了一点活力哦。所以其实我倒给这个马总统一点建议，就是说可以的话其实像桃红色他可以去穿的，桃红非常艳的桃红色、或者是那种像今天那个启贤身上的这种辣椒红对，很适合马总统，没错，因为这样可以让人家感觉到他多少有一点点魄力吧。是，对，这就是活力、魄力、活力跟魄力。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可以从里面，我们的马总统也在数字里面了。马是一，
对不对？马是石化，把零去掉就是一嘛，可以冲、嗯。只是我们真的不知道它现在接着下怎么冲了、啊嗯。就是给他建议，就说好红。桃红色、嗯、会在今年里面是适合他的。嗯，是。哎，要是讲到这个，我们穿西装啊、哦，因为大家出席正常和大部分都穿西装。那至于在领带方面的话，哦、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非常好。其实领带代表是一个男人的那个内心的企图。哦，对，隐藏。我讲的直白一点啊，其实领带就是男性的性器官的一个象征。哦、对，它代表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意义哦，所以。嗯，当你把领带的颜色用了什么颜色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所以我们知道，当一个男人喜欢打红色领带的时候，这个男人绝对是一个有非常有企图心的人，但是没有耐性，比较急躁。嗯，那我们知道，其实大陆官员非常喜欢打红色领带、嗯、对，因为红色好像对于中国大陆的一些官员没错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意涵的、嗯、对、嗯、代表就是说我权力在我手上，是我说了算、嗯、但是就像我刚刚提到哎，对，他掌控了权力，但是缺少了耐性，缺少了沟通、嗯、好，就是听我的、这是就是听我的，看我的就对了、哦、是。那黄色的领带，我们知道台湾的业务员很喜欢打黄色领带，哦，对，比较不错、嗯、因为带来财气吗？运气比较好、他内心可能想到的是财气，但是我觉得我看到更多的是一种沟通。哦，沟通。当你打黄色领带的时候、哦、你会发现你在跟人家招手，哎，来跟我讲讲话吧、哦哦哦、来跟我聊聊天吧、嗯、黄色是一个很开放的色彩，它会让人家觉得说，哎，我跟你聊天是一种很愉快很舒服的事情。嗯，所以可能歪打正着，他觉得我想赚钱，但是他也做到了他可以去吸引到人家跟他互动的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动力。嗯哼，对。所以我们刚刚这样分析起来，如果以对岸来看的话，当然现在领导人习近平最常出现在媒体上，他也是大部分红色的领带或者说黑压压的色彩的黑色，对，比较因为适合元首嘛，大部分都是比较庄重一点的。是，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习近平他其实是双子座的人。哦，对，那双子座其实从它的颜色来看，如果这样用的话，会显得有点真的是不够能够展现出他跟他夫人之间的那种气质上的一个、哦、对等啊、嗯。因为我们知道，习近平的夫人非常的优雅，嗯，非常的端庄，很漂亮，然后也很会穿衣服。那相较于习近平，他条件也很好，哦，长得也是一个帅哥，嗯，皮肤白白的，然后就是帅帅的。但我觉得颜色上面，我觉得不够出色。真的不够出色。当然你在正式场合里面你可以是一身黑 OK 的，我们刚提到的就是代表的是你的气势，你的地位。嗯，但是呢在一些比较可以稍微不是这么严肃的场合里面，我觉得它的颜色可以稍微做一些变化。嗯哼，尤其我们知道其实习近平他在他的整个从易经的角度来看，他是一个五鬼模式的人。嗯，五鬼模式就是吃喝玩乐，所以今天大陆能够这个迅速的发展，我觉得他来做这个接班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嗯、他可以把中国的经济啦或者各方面带到一个、嗯、另外一个更让人难以想象的一个境界哦。嗯，那这个时候再展现在这个领导人的这个身上，我们觉得服装是很重要的。嗯，我真会给他一点建议，就是说其实苹果绿蛮好的哦。哦，淡淡的苹果绿、嗯、那你说好，你说不可能有穿苹果绿的这个西装吧、嗯、那怪吧，对不对、嗯、那你的衬衫是不是可以换成苹果绿、嗯、淡淡的苹果绿衬他的肤色相当好看、嗯、然后好，这个时候嗯，我觉得休闲服啦，休闲的服的部分，像他是双子座的，其实黄色也很好，嗯、但黄我又不给他那种橘黄，像给启贤那种橘黄，或者是那种、嗯、那种也不适合他、嗯，我倒觉得他就适合鹅黄色，嗯，鹅黄，然后这个淡淡的 Tiffany 蓝，嗯，啊，这几个颜色都是他在未来这个要改变形象里面可以去使用的色彩。嗯哼，好，谈到这些名人哦，他们基本上都拥有一定的权利哦，是，但是希望他能够保有这种给人感觉比较亲民或比较柔软这种感觉。是，好，好，谢谢我们耀芝。是。好，那么在去年占了蛮大媒体版面的，是有一些两岸都熟悉的演艺圈的人士，我们来看看他们的穿着。嗯，来看看这个不小心染毒误入歧途的柯震东。嗯，这个小屁孩哦，觉得挺可惜了，因为其实他爬得很快。那从他的个人的这个波界来看，就是我们所谓的波界是那个色彩流年来看，嗯，他其实他当时在窜红的时候，刚好在黄色坡，
那很快的、嗯、我们在黄色坡这一年就是聚焦说的 spotlight 打在你身上、嗯、所以因为那一年他整个红了、嗯、然后后来两年三年哇这个一路往上爬之后呢人就开始我觉得当然这是我们说他这个少不经事也好或者是怎么样也好但是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说你既然是一个艺人大家都在看着你的时候你还是要懂得把持住自己哦、嗯、但从他的这个易经的这个命格来看的话他其实走延年跟五鬼、哦、那五鬼是爱玩的、哦、他很爱玩的、哦、他喜欢吃喝玩乐的、哦、从某个角度来讲他们是好命的啦、嗯、但我觉得还是要修正我觉得就像习近平他一样也是那种无鬼特质的人但他可以透过服装来让人家感觉到他可能有另外他更稳重或更严肃的那一面、嗯、所以我会给柯震东的建议就是说其实在未来你想要让人家对你刮目相看其实有几个颜色倒蛮适合去使用它的、嗯嗯、比如说像我给这个丽姐的这个粉红色、嗯、粉红色是得到别人的关爱、嗯、那当然他做错事了认错是应该的但是呢而粉红色会让人家觉得你不会这么讨人厌了、嗯、或是粉红色它有一种健康、嗯、活力的这种印象、嗯、那另外一个就是像橘色也蛮好的但是我怕柯震东穿到橘色的话会不会显得有点怪、嗯、所以它在装饰上面饰品上面可以加点橘色这样的颜色、哦、橘色它也是一个 活力的色彩它也代表是健康的、嗯、所以我觉得我要给它的就是健康让这个对它有负面印象的朋友能够开始对它感觉上有所转变、嗯、展现对健康的形象 对那最近也开始投入公益我们希望他能够全新的开始好嗯，也来谈一位啊、哦，我要祝福他的最近呢刚取得美娇娘的对周董啊是对对对他的穿着他的歌也很有特色他的穿着是不是也是很有自己的特色是我们知道周董也是酷爱黑色的哦、嗯、哦，对他也蛮爱把黑色穿在身上、哦嗯、那其实我们这些偶像大部分都爱黑色那黑色其实说实在它是一个很强大的能量但它用在物体上面它是 OK 的、哦、穿在人身上的时候它的确是会有一种负面效果所以我常常讲说这个艺人没有所谓是非吧嗯，对艺人没有是非就不会红嘛那其实黑色是创造是非的一个色彩了、嗯、所以艺人适合但是我真的建议就是说我们这些年轻朋友艺人是归艺人他们是在台面上的、嗯、他们有是非他们可以因此走红、嗯、但我们不要是非啊是不是、嗯、是我们要的是干干净净的好堂堂正正端端正正的哦、嗯、好那周董我觉得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有一张这个专辑他是用红色的封面、嗯、那个时候也刚好是他最红的时候、嗯、所以我还是会建议既然娶了美娇娘然后事业、我们知道他有一度其实是比较停摆的或者比较没有那么好的低潮的再把红找回来吧、嗯、OK、哦、好非常谢谢妙芝最后我们来看看哦，这两岸的这个时装上的穿着上的时尚展现有什么样的差异嗯，过去大家对于中国大陆的、他们穿着会觉得好像比较属于暗沉的不过是过去的印象但现在大家会觉得哎，不一样咯是那跟台北做一些比较跟台湾做一些比较是过去是蓝蚂蚁吧、嗯是啊对大家一片蓝是但是现在我觉得我这样游走两岸我发现其实他们也在进步、嗯、他们在穿着上在用色 的接受度上面其实是在进步的、哦嗯、甚至于有超过台湾的趋势、哦嗯、我们知道其实当你经济不好的时候呢其实尤其是日本你看黑压压一片、嗯、黑压压到目前为止日本还是黑压压他们女生会穿裙子、哦、他们冬天零度的气候他们也是穿着裙子、嗯、但就是黑、嗯、所以我要提醒就是说两岸包括了我们所有听得到我们节目的朋友、嗯、如果你希望让自己产生出一种活水、嗯、让自己能够活络起来的话其实你先记得一件事情把黑色先拿掉、嗯、对可能过去黑色是时尚界的代表色但你会发现时尚没有色彩就不叫时尚了、嗯、所以不要只是专注在黑这个部分那你可以先从自己身上去了解自己适合什么颜色、嗯、我常讲是你可以去创造流行不是流行来改变你的、嗯、这样才是真正就是说能够展现自我一个最好的一个概念OK， 是姚姿，那最后请教你哦，就是我们去餐厅点菜的话，或有时候会想叫一些安全菜哈、哦。那刚刚您讲说这个黑色是尽量我们不要穿，那我们有没有色彩上的话，如果不太清楚说自己什么适合的话，那有没有一些比较安全的颜色？是对。刚刚丽姐一开始有提到小时候最爱的灰色，嗯，其实灰色它是一个最安全的颜色，但
前提是你过度的使用灰色的时候也是不行的，人会变得不积极，比较停滞。我享受现状就好。当然有些我们知道今天有提到有几个数字它可以的，但是大部分人都是要冲的，所以灰我也不建议经常使用。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均衡。其实红绿黄蓝紫，记得一件事情，就是红绿黄蓝紫粉红咖啡，任何一个颜色你都可以穿，但是要穿出你适合的红绿黄蓝紫。好，就像呢，每一道的这个菜肴其实都靠它的营养啦，那我们还是摄取营养就要均衡一点，不过还是可以慢慢找出最适合自己的体质的。没错，蓝对颜色找出好运气。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色彩大夫徐耀之，来我们解析哪些颜色适合自己，如何穿出自己的特色，穿出好运气。非常谢谢耀之接受访问，谢谢谢谢。Thank you.